B 定，你只要吃了它，你不用再管那个什么热量。韩国健康管理中心共同研发的，老公会煮他的饭给我吃吗？吃一吃你就觉得哦累了，你有时候就会懒得运动。可是我在饭前我可能就吃了燃烧小球，然后你知道瞬间哦，你就觉得哎，好像其实不用怎么动，你的体内好像在帮你燃烧刚才你吃的那些热量，就觉得哎，突然觉得好像心情变得很愉悦。然后其实真的吃什么？好平啊！可以当你直升机嘞！中午就先吃两颗燃烧小蓝。你说午餐的时候吃两颗燃烧小？嗯，对，就你吃下去的时候，通常大家吃完就要过半小时才可以开始吃饭嘛。对。可是你真的很饿的时候，你哪可以等？对啊，就吃下去，直接可以马上吃中饭。哦。而且如果你忘记吃的话，饭后还是可以吃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那到了晚餐，晚上也是燃烧小橘，变小橘了。对，先燃后橘啦，记得这个口诀。先燃后橘。对，先你晚上吃一些，比如说没有到这么均衡的东西，但它好像可以帮你补足那些膳食纤维，那就是比较健康。之前你知道压力大，你知道真的是两到三天才会想要上一次厕所，上然后真的非常不顺。自从我烧卡 ABD 呢，你知道吃完你知道我就是非常的顺，而且非常的漂亮哦。这个它完全不接，它是完全就是植物萃取，没有任何药物成分，所以呢可以它是，而且有些那种痛是很痛，可是这种是那种是顺的，就你就说哎，我已经想上厕所了哦，那你就坐到马桶上，然后就会顺顺的出来。吃了这以后发现，哎，我运动起可以变比较少，就是比如说我两个小时可以变一小时，可以那一小时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。嗯，哦，那你看运动效果就变加倍嘛，而且这非常适合看着电视然后去里面吃零食的人。对，你先吃了这个，你就发现，哎。它就帮你燃烧哎，就而且也是很那种，比如说上班族啊，就是久坐，然后是那百货公司久站的人，就其实你就是很适合吃这个，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可以吃。